众所周知啊，咱当今乐坛的半壁江山汪峰老师，除音乐外，在排技上也是相当有天赋啊。这不，近日咱峰哥又现身洛杉矶赌场，照片中的他显得相当低调，黑帽子、黑衣服，犹豫的眼神，唏嘘的胡茬。但是百密一疏啊，帽子大大的 logo WF 暴露了他的身份，赌场遇汪峰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。值得一提的是啊，此前有爆料称啊，章子怡在洛杉矶待产，所以有大胆而不嫌事儿多的网友猜测呀，此次汪峰现身洛杉矶赌场，侧面证实子怡怀孕属实。如果猜测属实啊，小顾只想说，峰哥你不老是陪着大肚的媳妇儿，瞎折腾啥嘞？又快选一乐，谁说汪峰不能上头条？整理报道。众所周知啊，咱当今乐坛的半壁江山汪峰老师，除音乐外，在排技上也是相当有天赋啊。这不，近日咱峰哥又现身洛杉矶赌场，照片中的他显得相当低调，黑帽子、黑衣服，犹豫的眼神，唏嘘的胡茬。但是百密一疏啊，帽子大大的 logo WF 暴露了他的身份，赌场遇汪峰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。值得一提的是啊，此前有爆料称啊，章子怡在洛杉矶待产，所以有大胆而不嫌事儿多的网友猜测呀，此次汪峰现身洛杉矶赌场，侧面证实子怡怀孕属实。如果猜测属实啊，小顾只想说，峰哥你不老是陪着大肚的媳妇儿，瞎折腾啥嘞？又快选一乐，谁说汪峰不能上头条？整理报道。